由中國信託銀行贊助，總獎金200萬元嘅2016群擺搖搖 LPGA 精英賽喺三藩市麥塞德湖經歷4日嘅激烈賽事之後，喺24號圓滿落幕。最後一輪嘅賽事由日本選手野村敏京奪冠。中国信托银行赞助的选手以中国大陆选手冯珊珊表现最为优秀，293杆名列第27名。群摆摇摇 LPGA 精英赛属于 LPGA 的正式比赛，150名的参赛者当中，台湾总共有21名的女将。中国信托银行为拓展台湾球员的视野，连续三年出钱出力赞助这个赛事，并赞助和推荐总共8名台湾球员到美国比赛。今届赛事前两轮结束之后，中国信托银行赞助的选手徐美玲、林子琪、程思嘉、冯珊珊和推荐的业余新秀张雅纯同时晋级，力拼世界级的好手。最后程思嘉以295杆同李文并列第40名，为台湾选手当中表现最优秀，亦都是程思嘉参加三届赛事以来最佳成绩。徐美玲和李文接受访问的时候都表示球赛太快结束，希望下次再有机会回来这个场地比赛。没想到这么快一个礼拜就过去了，对啊，好像要离开大家，然后要离开这个我们都很喜欢的球场啊，我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。其实有点难过说要离开就是 Chinese culture 这样子，觉得感觉要离开家的感觉，对啊，就是希望可以再回来这样子，嗯。林子琪就表示多谢中国信托银行对球员和高球界支持，并期待下一次参赛。中国信托一直对我很帮助，然后也很支持我，然后不管是我们到哪个地方，他们都会只要我们有需要，我们只要跟他们说，他们就会请当地的同僚都跟我们，就是同事们一帮助我们，然后在我们到旧金山的同事都很支持我们，都会到现场帮我们加油这样子，对啊。徐美玲以297杆名列第58名，林子琪以302杆名列第75名。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董事长高仲亮近年来推动坚持信仰、成就梦想的高球运动理念。中国信托银行将会持续栽培更多高球新秀，为提升台湾高球水准而努力，鼓励更多的高球好手同世界顶尖球员交流，实现梦想。天下卫视编辑报道。